再问。冇错，咁今日嘅守望厨师又更新咗新角色，咁我哋都系 keep 住有系两个星期更新一只新角色，所以都算几稳定，几唔错嘅。今次咧就系我想玩嘅近战队入边嘅一个坦型角色，我相信好多人会因为佢嘅外观咧想抽佢嘅，咁但系佢嘅实力喺韩国 server 得到嘅评价亦都系相当之不错嘅。咁原因咧就是因为咧佢会有一招嘅反击技啊，根据佢嘅防御比例，然后咧承受嘅伤害会反弹，咁但系咧冷佢系一秒嘅。咁如果系好似土花咁样，咁即系每炮都反到你嘅意思。咁而且佢升到五星咧，仲可以帮队友加防啦。咁而且佢本身嘅队长技咧就系加防御力 45% 嘅。咁所以咧，我玩近战队咧有埋佢嘅话咧，我嘅成个组合嘅坦度咧就会大大提升啦。咁啊礼包方面咧，其实我上次咧净系买咗嗰个788嗰个三倍嘅钻石嗰个，我觉得最抵噶啦。咁但系3000钻同埋9000钻咧，我都系忍住手冇买到嘅，因为有呢只啦做坦啦，然之后有吸血鬼做奶啦。咁然后我有暗炮连专噶啦，咁即系输出手都有噶啦，咁争一只就系冰魔女暗系加爆击嘅，咁完全系可以组成一个暗队，咁所以咧我抽呢一只系好重要嘅 ，Let's go 单抽先，可能一抽中噶啦 ，Nope 惯噶啦，大家都单抽埋海军啦，睇下中唔中个50楼楼都好啊， nope. 惯噶啦，大家都。咁而家呢我买到788之后呢，其实好多都係留返俾单抽用囉，即係主要都係坐喺个里程券咁样，因为始终100石一抽呢係抵好多，咁所以呢冇乜必要即係唔好用晒嗰啲无货石囉，因为无货石呢我通常会觉得佢係攞嚟10年抽嘅，咁而单抽呢就用有货石，咁所以呢两边要平衡返嗰个比例。好啦，咁单抽完毕㗎啦，机甲战士奥格玛出嚟啦，高达有机嘅，有贴纸，整个白盒嚟直中啊，惯噶啦，大家都刀刀黄盒嘅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嘅，有52个扭扭算系咁啊。我嘅无货石冇咁多，无货石得萬几嘅啫，我哋睇下呢度有几多抽先，我哋仲有50抽，即系今日其实60抽噶咋，有货石真系要留翻去单抽。好，第20抽啊，头先应该系冇嗌日文啊，出嚟啦，干大木。未系确定嘅，但系有机。惯噶啦，大家都，我等一阵先，等三分钟。2000 years later， 就系而家啦。好过个盒干净嘅，俾啲希望。惯噶啦，大家都，可能对白又错咗啦。无聊啊，干得唔得 ？Nope， 而家见到贴纸都唔信啦。哎呀，惯噶啦，大家都太镬啦，40抽啦，可能佢真系唔系高达啊，出嚟啦，机甲战士奥格玛，第50抽，又系得一个纸贴，开个白箱嚟睇下，哎呀，50抽啦，惯噶啦，大家都，其实我喺度做紧咩呢？我喺度抽扭扭嘅啫。上次我哋拍水剑都系抽30抽人物咋嘛，跟住后尾我系每日单抽中嘅，咁但系今次呢就真系抽一隻嘢呢抽50抽系冇㗎啦。出嚟啦，奥巴奥格玛 ！Nope！ 啊，冇啊，冇红条啊！惯㗎啦，大家都。冇晒无货石啦，但系我仲留咗啲嘢同大家一齐抽嘅，就系、是、必中朱武嘅伤，我特登留翻今日拍片嚟抽嘅，抽佢把武器，抽中啦啊，我就有啲心机可以继续抽英雄，一抽入云，我唔玩套队噶，惯噶啦，大家都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个黄色嘅伤，咁上次虽然我系话系因为系金色嘅装备，所以唔好抽啦，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四星嘅朱武嚟嘅，所以呢一个记得都系要抽埋佢嘅。咁同埋今次有新嘅四星朱武嘅武器啊，例如嗰只加工嘅黄女啦，同埋赤雪两抽，呢个系微魔 ，no no good。第二抽出嚟啦，黄女朱武。惯噶啦，大家都抽唔中咧，其实就唔紧要嘅，你可以留翻下个月再抽过咧。点解呢？就因为咧，我哋可以将头先抽翻嚟嗰啲五星嘅装备咧拆咗佢，咁变翻做魔法金属咧，咁你下个月咧就会有 quota 可以继续抽噶啦。总结下，我哋今日抽到啲咩？系零啊！
顺带一提咧，我哋而家多咗一个卡马逊园区，咁佢咧就系、一个唔识补血嘅一个持续消耗战嘅关卡嚟嘅。咁我咧就过咗一层嘅，咁顺便同大家嚟试一试。咁由于而家我有个高级装备咧，就系、杀完怪咧系会加 50% 嘅血嘅，咁所以咧我应该系冇奶妈都 OK。咁顺便试一试系咪真系咁样啦？系咪真系咁 OP？ 站位好似有啲错啊，唔记得将海军摆前面。睇下我嘅只海军会唔会回血？系会回血嘅，咁应该系无敌噶啦。有呢个口罩就无敌咗啦，唔需要奶妈都 OK 噶啦。50% 血会太多啦呢下，只要我可以秒杀到一只怪，我就一定可以奶得翻嚟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见到呢一个可以回血嘅装备咧，一定要攞嘅。咁而家我要试一试就系嗰个购物车究竟系咩嚟？我未试过去购物车，咁心心正常系补血啦，但系我唔知佢会唔会可以复活到我嘅人物。咁如果有人试咗，可以喺留言嗰度话翻俾我哋听啊。前面而家有个问号同埋购物车啦，咁问号我试过佢系一个随机触发嘅事件啦。咁例如我嗰次咧就系有得拣战斗或者拣贿赂嘅，咁但系贿赂需要消耗你嘅银币，咁嗰阵时我又冇，咁所以拣咗战斗，咁啊纯粹系打多一 set 怪嘅啫。咁可能贿赂成功就会直接过去之类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嚟到商店啦，亦都系消耗我哋嘅银币嘅，睇下有咩啱卖先。咁由于我净系得土花系远程啦，其他都系近战嘅关系，我觉得可能呢一个会好啲。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只要秒杀到人，我就可以补到血，所以我加盾同埋秒杀人，我会偏向秒杀人多啲嘅。好，近战加 15%， 诶可以再买，诶咁不如买一买啊！我哋有 20% 嘅护盾啦，咁然后有加工啦，咁然后有杀人回血啦。你见到我成队咧系唔会够血噶啦，而家虽然系第二层嚟嘅啫，咁但系由于装备咧，我哋系可以买好多个嘅关系啦，咁所以咧我哋成个队伍会慢慢越嚟越劲嘅。俾大家睇下 boss 战，诶佢有一个蓝盾啊，咁所以咧其实远程都系必要嘅，因为有啲系唔惊远程，有啲系唔惊近战嘅。咁样睇下你点样去弥补翻个伤害，系啦。而家点解我打蓝盾咧系打唔入嘅，系必须要靠远程。成队满血冇问题啊，有高阶远程加 100% 伤害，好吸引。但系净系套花可以用嘅，伤害减免500又好似好吸引咯。咁但系我见佢都几易出高阶神器啊，我都系揀翻远程啦。我睇下迟啲会唔会出个高阶嘅伤害减免。咁呢度咧俾土花去加 100% 攻啦，双倍攻击力去秒杀怪啦，咁睇下会唔会好啲。好啦，咁我而家用晒所有嘅入场券啦，咁需要等时间先可以再打。咁嚟到第三层，咁我哋咧就试到呢度先啦。咁我哋今日嘅抽嘢片咧到此为止啦，系咩都抽唔到嘅。相信你哋都睇得好开心，咁所以中意揿个 like， 冇咩事又出翻去做嘢先 ，support。